今天下午5点以前，如果这24位海军官兵拒绝议调，我们将正式开打。在拒绝议调方面，现在只剩下24位。在这里，身为高雄市这整个疫情指挥官的角色，在这里提出郑重呼吁：今天下午5点以前，如果这24位海军官兵拒绝议调，我们将正式开打。我们已经呼吁了将近3天。如果说这24位海军的士官兵们拒绝议调，下午5点，我们会正式开出罚单。还有51位错误的电话以及未接电话的，也要拜托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协调国防部、海军全力配合。